她是最美军花，燕军屡剧走红，搭档吴京爆火，脱掉军装后更美了。她就是洪梦莎。1985年8月16日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，毕业于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，中国内地女演员。洪梦莎长相十分俊俏，有1米7的身高，除了长得好看，她自身散发出的气派，洪梦莎还是一个很敬业的人，在零下40度的雪地拍戏坚决不用替身，所以被瘦蝶占据刑侦剧的青睐，因此被誉为最美军花。在2012年和吴京搭档主演的军旅剧《我是特种兵之利刃出鞘》，让她一夜爆红，凭借该剧获得北京电视剧之夜年度优秀奖。在2018年主演由天意执导的《猎毒人》，饰演江一男一角。洪梦莎凭借精湛的表演技巧和优雅的气质，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人物，有时是智勇双全的侦探，有时化身温柔似水的痴情女，有时又摇身一变成为大气果决的特种兵，每一次都凭借着精湛的演技获得了粉丝和业内同行人士的认同。她面对困难从来不退缩，勇往直前去解决每一个问题，每一个动作都能得到观众的认可。家人们，你喜欢看洪梦莎饰演的电视剧吗？关注悠悠，带你了解更多名人故事。